好，今天来到香宁，到了兄弟的飞机场，今天给他做个巨型羊肉串。这是什么羊肉呢？我就没见过。这是内蒙的羔羊，看这肉多嫩。给他啥味儿过来？喂，来点葱姜，来一滴六香盐，简单的腌制一下。又是这个独特的料，走，走开！走走走走走，带你飞一圈去，上天，走走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要上天。点上好可以起飞，管他把我。太美妙了，不远了，真美。平时咱们去烧烤店吃的那个小羊肉串，你能吃多少串啊？呀，怎么不得吃个十串二十串？是啊，这个你能吃几串？呀，这个怎么不得闹个五六串？五六串？嗯，雷哥，这个呢，兄弟，我这个这一串吃不完这个。啤酒小烧烤。不能那酸，那味儿咽说的了。给，浪费了。哎呀，撒辣椒面，多来点。阿雷，哟，你太冤了吧？怎么光真冤呢？来，我给他炖。哎呀，来，兄弟们吃。哎，来，你先给他拿拿味儿啊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我去炖点，咱们吃，我去炖一辣呀。这么不满的你吗？这，四百万。吃剩的不就是肉吧？嗯，哎，用这，哇，这相机的太娇柔了，这是正常勾了，直接专门给你量身定做的，满口辣不辣？来看，尝尝辣不辣？辣吗？一点都不辣。辣死了，好不辣？真不辣。这家吃真过瘾。谢雷哥，哎呀，我蹭饭了，我来蹭饭。你老心越蹭饭了，不吃了。来，兄弟们，过瘾不过瘾？过瘾！哎，坐。真翻墙！哇，太香了！哎，我喊喊的消失了呢，多毛！这不是我耶，你在哪看的呢？客官空姐，四哥，没开服了，你这以前是个精神小伙吗？我你可，迈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啊！我看你的相片。以前长个儿，现在长个儿，个儿一点都不臭吧？还不老说没有钱吃不好，没住了个儿啊？我个时候每天早起得自吃饼子。我也是，我个时候吃给饼子上面加菜。我来，我就往想吃饼子的，走，我请你吃饼子去。我给你做，还真翻墙！兄弟们，咱们今天做饼子肉串，用清水泡一泡，加入清水，开始和面，来点酵母，温水和面。咱们先做一下油酥，来点猪油。兄弟们，油为八成热，先来点芝麻，芝麻炸黄之后来点五香粉，接下来放白面。兄弟们，成这种糊状就可以了。最后来一丢丢咸盐，搅拌均匀，油酥制作完成。起锅烧油，做个麻辣汤，放入葱姜蒜，放入刺身带来的秘密佐料，放入花椒大料干辣椒，放入忘情之味生抽，咖喱粉味精鸡尾胡椒粉白糖，咖喱粉不要钱的蚝油，水开调好味儿之后，放入提前泡好的豆串，煮上十分钟，泡上半个小时，开始打饼子。这样多来点油啊！
下边185度，上边230度。靠，10分钟，时间到，出笼。还行还行，买炊饼喽！大官人要请炊饼，买炊饼。哎呀，哇！兄弟们还可以啊，虽然不是专业的，但是尽力了。来一个鸡蛋，再来个生肠。重头戏来了，上个豆腐串。哇，太有食欲了吧！再来一勺汤汁。太香了，干不起。啊！哎，差点吃，怎么这么玩输的呀？接过去。真美啊！那不用来台式呀？那还没吃，真是挖不够吃的。好吃好吃，真美啊！我先来喝。嗯。爱情滋养心中那片土地，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。我怀念啊！你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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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写，我写。嗯，在那儿好好写啊，心不改呀，不让你吃好的。知道了，我写的写的写。咋这么热呢？有鞋子呗。那行，我等一下买鞋。行，算你开始洗啊，小哥，飞天不亮啊。先把做好的鱼蝎子拿水泡一泡，咱们先把泡好水的鱼蝎子穿下水。来，浸泡凉水，去腥三件套，大葱、姜片。哎，飞哥，飞天呢？也才吃下来的。哎，过去呀。来，飞哥的飞天，全好了。看，还留着呢。我的嘞。来，我来，完了再用。哎。放入飞鸽飞天，打捞浮沫。哎呦，起锅上油，放入葱姜蒜，差不多了。来，接着走，来点自制的火锅底料。来，火锅底料，搞你操！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桂皮、鲜叶、小茴香、白芷、白扣、肉扣，搞你操！所有小料炒香之后，放入清洗好的鱼蝎子，放入情感修复液。加入清水，加入了生抽、咖喱头、老抽、咖喱头、不要钱的蚝油、咖喱头、味精、鸡尾、胡椒粉、白糖、十三香、咖喱头。大火烧开，小火焖炖两个半小时哦。Later， 开饭！哇！走，开饭！哇！吃肉哪能烧酒呢？哎呦，来，飞哥，拿拿味儿。真没有啊，香吧，香香，美的美，哎，嗯，喂，今晚这锅还给我留，俺们还需要。你这碗为什么这么美吗？它结果肉，因为它是驴血，嗯，它就是美，嗯。美吗？美着呢呀，就是不够吃。